最重要最重要就是，你们两个这个店，每一个礼拜会不会休息的？休星期一。周一通常是最少客人的，因为很多人周末已经吃完饭了吗？吃顿好的。星期二可以关店吗？关店吗？不是关店，啊，不是休息休息一天，休息。哎呀，不如我们坦白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记下他刚刚说的，星期一收工。那好了，我们啊，明天借一点，明天星期二。我知道不是你们休息的一天，可是我们有一个邀请卡。太荣幸了，因为希望你们两位过来我们店给我们一点意见，对，指点指导一下，一定去，一定去，去观光，去看一下我们缺了什么。所以明天我们去了之后，我看到你们那边有什么东西，我就会有一些想法。对，好，OK，太荣幸，太荣幸，谢谢。